正在应征的姚晨善解人意，时不时挺肚亮相活动，分享自己的喜悦心情。而他的情夫林潇肃和妻子唐玉飞，婚后虽然不太抛头露面，但也一直积极备战。目前记者撞见他们紧密外出。当天下午，记者在丽都广场附近一家西餐厅门口意外发现林潇肃、唐玉飞的座驾。接着记者在餐厅内看到林潇肃和唐玉飞并肩走出餐厅，两人表情轻松侠义，林潇肃身穿黑色皮夹克和牛仔裤，戴着大墨镜，腥味十足。而唐一飞素颜出镜，身穿黑色风衣牛仔裤，衣着显得很随意。出门时两人笑语连连。记者注意到身居紧出的唐一飞身体略显丰腴，瓜子脸有点面圆，呈现双下巴。走出几步后，林潇肃和唐一飞很自然地十指紧扣，擦肩而行。之后两人上车打道回府。哭雷了，我的山梅为你报道。